万万没有想到，前几天还在和拜登称兄道弟的莫迪，一转身就狠狠的捅了美国一刀。就在今天，突然传出一条爆炸性消息，那就是印度突然宣布，以后将以印度卢比进行国际贸易结算。你没看错，印度彻底抛弃了美元结算，将以后的贸易将以卢比结算。这是继俄罗斯抛弃美元，采用卢布结算贸易之后。 第二个对美元霸权说不的国家，虽然当今的美元霸权依然无法撼动，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被美元霸权所霸凌的后果。尤其是乌克兰战争打响之后，美国不但利用美元霸权将俄罗斯踢出美元结算系统，对俄罗斯的国际贸易系统来一个一击毙命。 同时又将俄罗斯三千亿美元直接据为己有，这种贪婪的吃相，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暗自心惊。面对美国的贪婪，俄罗斯奋起反击，发起了货币反击战，宣布将用卢布结算能源天然气，并步步为营。一场乌克兰战争下来，不但没能如西方所愿把俄罗斯卢布打成最紧张，卢布反而神奇的升值，割了美元和欧元的韭菜。 如今的卢布更适合黄金绑定，成了能源货币，这可能是俄罗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乌克兰战果之一。在这里，在这场乌克兰战争，我们不得不点名表扬一下印度三哥。平常做事不靠谱的印度，这一次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坚决不站队，在顶着美国的压力，在美俄之间保持中立，并继续和俄罗斯保持能源合作，还采取卢布结算。 在石油交易中，直接抛开了美元和欧元结算。当然，在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当中，中国成了中流砥柱。尽管美欧国家纷纷对我们施加了强大压力，但是我们一直和俄罗斯保持着正常的贸易往来。最主要的是，中国和俄罗斯的石油采购直接采用人民币结算，或者是欧元结算，再或者是卢布结算。 就是不用美元结算。要知道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加起来，将近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一半。平常不对付的中印两国联手抛弃美元，与此同时，继续同俄罗斯进行能源交易，这让美国彻底孤立打垮俄罗斯的计划也彻底落空了。而如今，印度在继俄罗斯之后，突然宣布采用卢比结算。 迈出了彻底抛弃了沿用多年的美元结算体系，迈出了石破天惊的一步。从这点上说，我们不得不为印度的勇气和硬气点赞。虽然印度在美国的美日印澳小阵营之中，同时又是金砖国家，但是印度愣是连中美两国的账都不买。如今美国刚刚加息，准备用美元收割全球财富，这边三哥咔嚓一下，直接剪断了美元霸权的命根子。 采用卢比结算了，天下空没久矣。印度能够不为美国霸权、不向美元霸权低头，果断地迈出了抛弃美元这一步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大国之风开始显露。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，也是出口美国的大国，同时也是美元霸权的受害者。今天来，我们和俄罗斯、伊朗、委内瑞拉等石油国家采取人民币换石油，也开始迈出抛弃美元的步伐。 但是有一种声音是，美元盘根错节太久，中国抛弃美元的实际还不成熟。而一些亲美派的专家教授更是表示，中国如果要是抛弃了美元，就会有天崩地裂的严重后果。如今，俄罗斯和美国硬碰硬的打响了货币战争，并且在货币战争当中还赢下一局。而我们的邻居印度经济基础远不如我们，在制造业的输出方面，以和我们根本没法比。 GDP 更适合我们无法相提并论，但是印度却能在疫情之下果断的迈出抛弃美元、采用卢比结算的第一步，这结结实实的给我们上了一课。当前美国国内内忧外患，焦头烂额，疯狂的大印钞、大撒币，并没有能够挽救美国，反而引发美国通胀高起，创造四十年之最。由于乌克兰战争，同时也让美国引火烧身，致使能源价格暴涨。 国内民众开始抗议不断，美国国内的治安状况也急剧恶化，再加上拜登支持率极限暴跌，也使得美国政坛面临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。俄罗斯奋起反击，采用卢布结算，并在这场货币战争当中赢下了强大的美元和欧元，并且已经赌上国运打响反对西方霸权之战。而如今，印度已经感觉到了美国的危险。 紧急宣布抛弃美元结算系统，采用卢比结算，给全世界的国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。目前，整个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百年之大变局，面对着美国的疯狂打压挑衅，中国是时候亮出倚天剑的时候了。谁能想到，在二零二二年，大家会见证一个又一个历史？俄乌冲突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，现在欧元竟跌到与美元同价。 美国的盟友印度还派出卢比加入到把美元踹下霸主地位的行列。印度这个国家挺有意思，上一秒还跟你笑脸相迎，下一秒可能就会问出你谁啊？应对印度飘忽不定的做事态度，中国和美国在这一点上可谓是同病相怜。这里印度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才过去多久？ 印度有一心也能理解，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至二零二一年已连续下跌四年，二零二二年下跌幅度更猛。印度央行狂耗数百亿美元外汇储备，也难挽卢比跌势。最近几个月，外资不断逃离印度，从印度股市撤出的资金创下二百八十亿美元的最高纪录。印度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周期，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价格上涨。 让印度同样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，因此印度急需稳定卢比的币值，以加强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。印度这一步走的其实有些冒险，虽然受多国将产业链、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影响，印度吃了不少红利。二零二一年，印度外贸总额接近一万亿美元，但俄罗斯宣布卢比结算令，那时有石油和天然气做支撑，印度制造业大国的梦做得挺美。 但可别忘了，这些大企业从中国搬离产业链时也是说撤就撤。不过从好的方面来看，印度算是打了美国一巴掌，也为其他不敢放开手脚去美元化的国家树立了榜样。接下来或许还会有更多国家采取更有冲击力的方式，加速去美元化的进程。而美国就算生气，也得跟印度维持好感情，毕竟要想制衡中国，印度可是好帮手。 论贝刺盟友，大概没有比印度更专业的。美国制裁俄罗斯，呼吁大家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；印度瞧着打折价，趁机拼命买。美国把俄罗斯踢出 SWIFT，掐卢布脖子；印度绕开美国和俄罗斯，来了个卢布卢比交易。美国和欧盟要进俄罗斯煤炭，印度大量购入，还用人民币结算。美国拼死想守住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。 这时候，印度推出国际贸易卢比支付令。印度央行发布公告称，此举旨在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，促进印度的出口，支持全球贸易界对卢比日益增长的兴趣。印度大概是有样学样，俄乌战争中，普京一招卢布结算令，强制要求不友好国家使用卢布与俄罗斯做生意。印度看到了俄罗斯在制裁对峙中力挽狂澜的表现。 也看到了斯里兰卡的破产先例，印度突然警醒，要不要增强一下卢比在外汇交易中的实力？于是印度主动的在去美元化上迈出大大一步。但实际上，美元之所以有如此地位，靠的是石油美元体系和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，而卢布则依靠的是俄罗斯庞大的资源储备。再比如欧元，依靠的是欧洲联盟以极其先进科技。 而人民币背后是全面制造业和庞大的中国市场支撑，但印度邻国俄罗斯会持有一些印度卢比，向印度采购药品物资，或是投资印度金融资产。至于其他国，印度只能眼睁睁看着卢比一年年来对美元汇率的下降。印度是有大国梦的。要说印度在世界上的最出名的刻板印象，那得是万国购。要说拿得出手的，没天然气。 石油等能源优势也没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，没有军事实力，没有经济实力。但印度有信心，有追求。据联合国相关部门数据显示，二零二三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。印度认为这有助于印度进五常。以后第一人口大国，让贸易国必须实行卢比结算，就问服不服？